我才知道呢，好，下一次要不要叫你上来煮？我一定要问一下，不然那种很厉害的中破塞，怎么好意思让他煮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那呢，我们就从我们的阿信开始好吗？耶！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就自我介绍，我最喜欢听的是我星座，还跟你的工作，这样就好，好不好？那欢迎阿信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旭啊，我是拉雅。现在是拉雅，帮他讲。他呢，之前加盟开了拉雅，但是呢，上个月收起来，所以目前待业休息中。哦，毛给来的啦，星座。好，我是阿信。哦，
现在是跑很多亿。射手，星座射手。哇，射手座，不能批评射手座。她是我的姐妹。哎、欸，啊，兄弟，哎、啊，兄弟，啊、兄弟。但是，我跟你讲，今天认识阿庆为什么好不好？因为呢，阿庆最厉害是他之前在拉雅汉堡上班，但是呢，他做一做，做一做，他觉得他想要自己出来开餐车。所以呢，他研发的那个预饭团都超好吃。大家知道吗？我们都是来自三重芦洲，所以我们是那个邻居，对不对？我的这个好兄弟哦，对我们家那个某一个人特别好，常常研发饭然后带去给他，我从来没有吃过。趁机讲一下，从来没有吃过，我们都不是好兄弟。来，我们勇哥。叫自由啊、然后我就是机构工程师啊，我的星座是天秤座。哇，天秤座，哇，天秤座都很优秀，因为我这辈子最爱的人就是我妹，是天秤座。哦，好好好，小丽，耶、yeah, ，谢谢大家。好，那呢，我是我姓陈，我叫丽颖，然后我是在教形象的，然后我是天蝎座，耶、yeah! yeah! ，好。我们的小倩锅、哦、已经可以滚了，已经可以下一步了。我们哎，红衣锅还没啊，红衣没有用爱啦。有啊，我满满的爱心。我满满的爱心。红衣一定没有用爱，因为人家滚了，为什么你还没滚？那我们要加快哦。阿公加。水太多。水太多。不是像你刚才说的那样，哇塞，很好。等一下，一定要听他是什么星座，一定要听他是什么星座，太的星座，太座。等一下也要听懂你是什么星座，很定定的星座。真的，你看懂了吗？哇塞，拨开来，让他比较容易熟。哇塞，还你干嘛偷摸他屁股？室友哦，他们没有激情，放心，他们没有。因为我知道我们家玉琴是我的，但我们怎么那么慢？快！我们真的有爱心的。我们有三根鸡就好了。我们用菜根怎么换豆？他们是九层塔，是不是？不要伤害多，有一半是我们的。是的，自然的捍卫主权，哈，为了吃。送你啊！耶耶哦！好，小心过年去，来，我们继续。天哪，好棒！哦，好，我叫魏颖，然后我是金牛座。耶！我爸一样优秀耶。金牛座，哎，大家可以叫他另外一个名字，我特别喜欢叫他另外一个名字。有一次呢，我就听他讲一个笑话，就是呢，他在捷运站，然后呢把伞弄不见，然后结果呢他姐要帮他去领，然后呢他姐就到捷运站，然后就帮他领那个伞，你知道吗？他说，那上面有贴名字吗？结果呢他说有，那请问贴什么名字？上面有贴姓名贴，然后姓名贴名字是美丽。大家好，我叫龙烈，然后我跟他一样是
兴趣哦。好，我们暂停，我们让我们的好不好？耶、yeah, ，红一波的爱出现了，爆红了，爆红了，爆红了，原来满起来，满出来了，满出来了。哎呦哎呦，可以哦，跳起来！對對對我们这波是火锅，火的，厉害的，充满他的爱，其实他是火的，肯定火锅，火的。哇！你有没有快？然后我准备好了，好，帮我拿，我的助理，我的助理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助理，我的助理，他是我的助理，来拿再拿。來來进入哦，好进入，好进入，摸一下，摸一下，有平常管很多人的 feel 哎，小主管来的，好的，没问题，下菜，我给你第一人下，真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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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需要成为一对，互相天蝎座啊，两个天蝎呢，我们互补好不好？好，可以，可以，好什么？好什么？因为是同性，只是我们互补。好，合力耶！我会了，他都会，但是他会了，我都不会。双子座都非常优秀，然后呢，我觉得双子座是很愿意付出，
对，所以大家知道吗？因为呢，我其实我刚开始办这个活动的时候，我是弱女子一个，又不挑我额外，但是呢，我就很感谢丁丁，因为丁丁呢，住在我家附近，所以都被我空，我就说，哎、欸，丁丁陪我去买菜，丁丁陪我去哪里，所以丁丁都会带着我去，他是暖男来的。然后呢，最后一件事是，今天我们是不是吃拉沙？对，大家知道杭州街有多远吗？这个拉沙酱叫做全台缺货，但是丁丁帮我们找到了，感谢丁丁。美女不行，三手一位了，天哪！好，结束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最后呢，这锅已经滚了。那最后我们再撒上一点油葱酥。哇！哦。仙女散花。天哪！然后呢？天哪！九层塔，因为我上次买的时候是用香槟。哦。三份的关系吗？三份。看清楚哦，那个小倩锅的跟那个红衣锅，看清楚哦，那个亮。我们一队是二三，哦，所以是哦，是三圈，好 ，OK。应该也是一样的吧？对吧？好。开始吗？回复吗？这一号哪里小男那我们应该让他尝一尝，对不对？因为他那三个。好，来，我来介绍一下这个啦。今天没有卖鱼露，但是跟大家讲一下鱼露好不好？我们的东南亚料理啊，包含泰式，然后新加坡、马来西亚，他们基本上不用盐巴。所以他们的调味料就是这个东西，叫做鱼露。那鱼露呢，它非常的臭，没煮之前都是在那个没煮之前，就是很臭啊，很腥啊，对啊，是。我们真的不想讲话。我们管了，我们管了，耶！我们赶上进度了。好，那给我一点时间。鱼露非常的臭，然后呢，所以什么？我看起来，好，看起来，然后呢，关我，等他，等我一下。我们鱼露很臭，但是呢，正宗的正宗的牌子就是这样，就是黄色。黄底蓝字，然后有个红标签，我就很像这个王子店中的鱼。对，这一瓶是只要是泰国人啊，然后或者是呢新加坡、东南亚他们那边的人都买这个。像我们是不是常常去那个全联，不是说买那种什么蓝色一瓶什么苹果鱼露还是什么鱼露，有没有？那都不是正宗的。所以因为鱼露有些是用沙拉拌沙拉，有些什么调味不一样，但是你看这个是用做菜，所以呢，只要要煮东西要拍哦，不要再事后做菜。不要好，可以好。所以呢，只要呢要煮菜的鱼露，就一定要买这一种。这个很便宜，但是通常都在火车站的这种东南亚店才买得到，一瓶才30几块，但是呢可以用很久，所以一定要买这一种。好，那我们这一波呢就搞定了。哇！那我们这块可以揉一下。你们还没加九层塔？开工开！哇！已经了，还有那个。哇！这个呢？先用这个装吗？这个。都可以啊。用。不用，先用那个。先用红勺把它用完。我们要冰箱啊。你可以这样子，撒盐巴那样的。那你给对方，等一下，因为他们加完他们撒一位，少了一位。哎，鱼露，然后这边再用这个，应该吧？一般他们的，哎，你知道 ？OK， 把这个把它撒进去，安全嘛。半就可以了，九层塔很快，就到最后，不要再。
帮我们拍一下啦！好吧，我拍就爱啦，很优秀。哎，你天蝎座真的好那个，他们两个好有一种暧昧的感觉。哈哈哈哈哈！我们这个默契是长达对很久了，是。哎呦，再看这里，对方 CP。是好，好，谢谢，谢谢帮我，对，好，谢谢我们的红利锅。那我们小线锅还在滚的时间呢，我们先拿后面有碗好不好？好，我来，好，红牌哦，滚的滚的，没关系，要拍呀。来了，好，明天先。下一半，你留一些些下单这个 ending 的锅。我还要下吗？没有，好，天哪，还有水煮蛋。那哦，好，教大家怎么吃好不好？好。我们等一下呢，先装好面跟自己想要吃的料，然后呢，最后呢，走到后面夹一颗，夹半颗水煮蛋放上去。可以啊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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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